辉煌四载，感恩有你，不忘初心，逐梦前行。四年磨一剑，砥砺自生辉。四年光阴，刻下铿锵步伐。四年艰辛，见证卓越成长。四年历练，磨砺奋斗精神。四年耕耘，收获丰硕成果。从2016年4月1日到2020年4月1日，白云山唯一植物精油已经走过了1460个日日夜夜，海基人也在中国大健康产业大发展的浪潮中拼搏了四载，只为一个梦想，一个属于我们的初心，帮助他人，成就自己。感恩所有海基家人们的辛勤付出，你们是海基事业发展的基石和原动力，你们是海基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感恩你们付出的艰辛劳动，感谢你们做出的巨大贡献，感谢你们对海基事业一如既往的忠诚。同时，我们也向各位经销商家人们承诺，海基将继续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更加完善快捷的服务，创造大健康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未来。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牵动着每一位中国人的心，艰难时刻，海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急调动各方资源，第一时间组织专项团队攻关，开展转产防疫物资工作，目前已完成7万平米生产厂房建设，多条口罩、红外体温计生产线调试完毕，全线投产。白云山防护口罩、额温枪等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疫前线，为全球抗疫贡献力量。这一切彰显了海基作为中国民族品牌企业的责任和担当。当前疫情给市场销售带来困难，但影响是暂时的，疫情终将被战胜。疾风知劲草，我们欣喜地看到2020年海基迎难而上，在品牌战略取得重大进展，新产品研发与革新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白云山唯一复合益生菌白云山防护口罩、KN95 口罩、额温枪等陆续上市，为我们的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所以大家不仅不需要担心，更要在此期间积极学习，储备能量，迎接疫情过后的市场爆发。阳光总在风雨后。2020年，我们坚信国家经济持续向好的趋势不变，国民持续关注健康的大方向不变，海基健康产品领先市场的未来不会变。广大经销商追求成长成功的信念决心不会变。我们非常有信心与广大经销商家人们一起战胜疫情，决胜市场，冲刺更高的目标和梦想，迎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最后，再次感谢海基所有的经销商家人们给予公司的信任和支持。辉煌四载，感恩有您，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不忘初心，逐梦前行，在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历史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精油上市4周年，一路走来，点点滴滴，所有的信任，所有的陪伴都记在心里，真心感恩全球所有的经销商。2020年，在这特殊的年份，辉哥衷心的祝愿所有的经销商，祝你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